大家好，我是黄子佼。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你们好久不见了。我非常的开心呢，能够在 Melody FM 的安排之下，一方面也来庆祝他们4周年，二方面呢，也为我的书《我还在》到马来西亚跟所有的朋友做个交流。希望你们呢有机会有时间都来报名。那么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啊，6点到8点，我们可以聊聊天，分享一下心事啊。然后呢，一定要大合照做个纪念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，也要告诉所有的马来西亚的朋友，我还在啊。好，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喽，报名呢就上 melody.com.my， 那么欢迎大家去锁票，8月21号黄子佼我还在分享会 Melody FM 举办，晚上6点到8点在 Bangsa Sauce 的 The Vertical， 你们通通都要在哦， See you。